弗瑞蒂亚蒙带来演出是格拉特第67号第二首加和舞曲，那我们给弗瑞一个掌声吧。大提琴哦，那你学大提琴多久啊？1年半。一年半，你才学1年半哦。那这是你第几次参加音乐会？圣诞音乐会。第三次、第二次了。啊，你今天会紧张吗？那你今天拉什么曲子？加和舞曲。加和舞曲。那你觉得你今天表现得怎么样？还好。还好，我觉得你不错啊，很勇敢，我觉得你拉得很好。一个你最帅气的表情给我看一下，加手哦，来，最帅气的 ，OK， 再更帅气一点 ，OK， 再帅气一点 ，OK， 很棒哦，很好，加油哦。